这边就是有一个字号。对啊，这个小小咖啡站的图案。你要画那个吗？对，那就想。品尝一下哦，要比个赞哦，哈、哦。哈那我们都叫他这个科技叫阿贝，那、啊、我们先叫你阿木哈。他拒绝被叫阿木。叫你姐姐。嗯、啊，他姐姐他也不要。S R 小朋友交友了。小朋友交。对，就我们的演出。就这些。高雄一日游，对，高雄一日游，高雄东区一日游。丹丹，好好，赶快找一个位置坐下来。哇，还有小朋友，哇，小朋友有办法爬吗？为什么有办法爬？啊，哇，就这么小。哇，后面。喂，丹丹，后面。那、啊、我们都叫他这个科比叫阿北，那、啊、我们可以叫你阿木吗？他拒绝被叫阿木，叫你姐姐。啊，他姐姐他也不要。卷落哈，全台各地的这种支持者，你知道吗？他们都有陆陆续续成立小考组织了，那当然会办一些好像类似粉丝见面会。那、啊、他们就说，如果去餐厅吃吃喝，好像太无聊，总是有一些变化，所以有人就想说，哎、欸，那我们去那个露营 ，OK， 所以像云林县的小草们，他们就要去办露营。那高雄说，那这样好，我们就办一日游。可是，一日游、哦、也希望说，借这个机会，除了联络彼此的感情，他们要让阿北去当一个叫地方的这种很多活动的代言人、啊、所以，比方说去的那个内门，你知道、哦、他们有一个里长就把他们里面组织的人好在打鼓，哎、欸，他都值得看，我就参观。或者去又去内门乡看那个中破赛了，对不对？所以每一个人都希望说把他们当地最好的一面展现出来给我们看。柯爷爷牵着进场哦，啊，柯爷爷牵着进场，哇，这好，等一下等他们来讲，来给你们雕招，有三个小朋友雕招，你们跟雕招，你们雕招，雕招，耶，刚摆 pose 的意思，就是摆 pose 的意思，对。首先第一个样子的动态，我们这个叫做毽子，毽子，毽子，教一下孙爷爷，对对对，毽子，我们教一下我们的夫人，对对对，好，我们放在肚脐的前面，然后有一个毽子的弧度的感觉，好，很帅的表情，来一个，超越我们的神明，来这个神智的眼睛。半杯去尾床哦，来，啊，好，品尝一下哦，要比个赞哦，哈，我的结论是充满了活力，我没有想到这些，欸、那个我刚才自己那个鼓敲了一下，欸、发现那个会累哦，会累哦，啊，都会累，你还蛮多大，没有，快要流汗了。刚才听那个叫半杯咖啡，还蛮有意义的，半杯咖啡，意思就是说他本来是帕金森症，帕金森症，有人帕金森说啊你不要做，他说哎、欸、帕金森症说装满了会倒出来，那装半杯啊，所以这种很积极的人生态度，是，对，了不起。好，太有活力了，太有活力了。今天大家赞不赞？哦，有活力。政治不需要每天那么严肃啊，所以我们这种小草组织可以办捐学啦，可以办一日游啦，可以办露营，甚至去净滩都可以。所以我们希望说，政治要落实在人民生活的每一天嘛。哦，啊，政治不是唯一的
那一部分。那你觉得好玩吗？当然是这样的、啊，反正就大家安排啊，就跟着去看看，也蛮有趣的。坚持不那个唱太多遍了。我们有些人没有听过啊，谁没有听过的？啊，没有听过的，没有听过自己唱一遍哦。我是被你囚禁的鸟，已经忘了天有多高。如果没有遇见你，我将会是在哪里？日子过得怎么样？人生时候要珍惜。阿贝，那请问这首歌是要献给我们佩琴医师吗？献给大家，献给大家。阿贝，你怎么这样啊？阿贝，你出来，我们就要放开一点嘛，对不对？哦，不用。来，我们快我很想听到你跟佩琴医师说三个字呢。哦，不要，太肉麻了。害羞、哦，嗯，对啊，真的不愿意，不要，啊，太肉麻了。佩琴医师，我们可以吗？可以啊，但是，你会再次你在车上被拱唱歌，会不会觉得很尴尬？还有被拱唱歌太多次了，所以这个叫博君一笑，纯属娱乐。他们那时候还在车上撒娇说都没听过你唱歌。不会啦，他们只是没有听过现场的，怎么没听过？网路上随便看也有。这个老板的手艺耶！哇，这个胡须还好细啊！你看那个，太好了。还画什么？都可以啊。哇，这边太像了，我美术都不行。这边就是有一个，知道。什么小草啊？对，小草，这中间有在有一个。是吗？你要两片还是三片？这样就可以了。好，那再画两个，中间这个是什么？是我们小草咖啡站的独选。你再画两个咖啡杯啊，那不是有一个啊，两个咖啡杯。咖啡杯啊，碰就是碰在一起这样子。对啊，这个小草咖啡站的图案。啊，我们必须要做的，这个下面叫咖啡嘛，然后上面一只小草啊，两杯咖啡碰在一起。你要画什么？对，那就像叶子啊，叶子啊，哇，看起来是不像，这个下面是，豆豆了哈。不是你。我们在设计那个小草咖啡站的 logo， 这个咖啡嘛，上面长出一个叶，两片叶子，下面一个咖啡豆嘛，那上面长出两片叶子，叫小草，而且咖啡嘛，这小草咖啡站的 logo 啊。那你觉得你画的好吗？我觉得是老板画的好，不是你画的，老板设计的好。还要再修。这意象就是这样。啊，这个画的漂亮，还需要那个。你要拿好啊，小心啊，特别小心。你要拿袋子，等下拿袋子帮你装。好，要不要先养它好？好。凡事都是专业。我说这种设计哦，美感这真的要天赋，所以我觉得每一件事情哦都有那种天赋，都有专业。那我们就是好玩而已啦，除非是给人家当对照组哦，这个叫好的，啊这个叫坏的，那我们只能当坏的那一组了。阿贝是最好的代言人。哇！这人肉鸡嘛，往上翻动嘿。来定你。反正就是不要让它整个糊了，要快速搅拌它呢。我哪是安尼啊？对，诀窍就是你要注意，不要让那个根汁喷到自己。对，因为蛮烫的。对，还要搅拌才不会烧焦的。好，这样就好了。OK。好，酱油烧起。对，酱油烧起。对，
包起一起玩对。哎，对。所以，哎，好嘞，好。好，然后勾芡完之后再下这个虾仁跟蟹黄豆浆，对，就这样子直接加下去就可以了。哎。哦。拜一就放拜，还讲好啦。为了还好。还好。还好。我他好很开心，说希望全台各地都有让他去玩，是不是？这是他的期望啊。我是爱吃两碗烤鱼哦。哦，阿爹来烤鱼。